更笼统哈。你那没熟悉的呢？那个熟客呀，几时去？刚刚才你几时到的？几？那没几熟客嘛，那有几时？我那龙王木头皮，男的木，不需要给他们做，全部不弄那么多。你这个真是厉害。但是，把做这么一般的门店，你们，哎，把口罩也不弄，很方便嘛。